欸，我真的觉得后面关卡真的是打个都要打个十几分钟，哎，是蛮辛苦的。好了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进入《健身环大冒险》哦。那我们昨天的话，基本上是为了要拿一个光球，所以去往旁边走了一个地方。然后目前来说，我觉得这张地图的话，应该是最后一张图了。我们的雪山哦，应该是最后了，因为目前来说，我们只差最后一个那个能力球嘛。然后蜜狐狸老师怎么了啦？我们就是只要取得我们最后一个光球的话，然后就可以去跟我们的多拉贡进行最后一波大作战了，应该是这么一回事哦。好。刺客罗斯的飞船、哦、我们应该就是要帮他去取回一些道具，给他一点时间哦，没有问题。制造村村长刺客罗斯完成了飞船的设计图，被魔兽抢走的工具也顺利取回了哦。这个罗斯立刻着手进行制作飞船哦。那目前来说，我们要干什么？回去找他是不是？真是败给他了。距完成飞船就只差最后一步了，但是刚刚发现还缺少一个零件哦，是个名叫飞空螺帽的特殊零件，只能从前面的 Battle Dream 的奖品获得这个稀有的零件哦。但我对那方面的东西不拿手，该怎么办呢？啊，就找我们啦、啊，就只有我们能帮你，不是吗？哇，是怪兽 Battle Dream 是不是？哇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来了来了，是怪兽 Battle Dream。怪兽贝斗郡打完之后才可以拿到我们那个飞空螺帽，好不好？到底是什么螺帽这么强？连续战斗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最近的话基本上有很多这种是范围。请选择技能。他看起来不像是要让我们用范围攻击打他的样子，我们就先踢腿好了。这种就是做到后面会很累的动作啊，就建议大家一开始就先做会比较好。来吧，踢腿。好的，将腿向下摆动吧。左，右。能够转得很顺利哦，因为我之前都是做到非常累之后我才做这个动作，通常都会直接一个大爆累的那种感觉哦。没有问题，挡住你，然后再来是什么？抬大腿好了，抬大腿这个是二星的哦，看我怎么跳，看我怎么抬死你。好险我是先做那个哎踢腿哦，不然我先做这个再做踢腿我就挂了。有够累，快，快，快，右，哇，好多下，好，伸展背肌吧，左，右，嘿，左，嘿，左，右，左，右，还有一半，右，左，右，嘿，右，左，右，好累，好累，还有二十，好累，左，哈，左，右。好嘞，嘿，嘿，还有十次，啊，才第一 round 哎、欸，第二 round 三只其实还不错，因为这种范围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再用那个古生划船，先传四再说啦，每日一传四，好不好？生活没烦恼事。慢慢，你看我们这个打右边那只，直接一下就把它给打爆了，超猛传四的，哇，哇，推，还有十次，有，八，七。
别累啊？别着急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今天怎么特别累？哦，今天真的是有点爆炸累，我的天！来了来了来了！维斯维斯维斯！哎呀，我其实不太想要在这种关卡喝水的，我想把水留到打欧婆婆或是打多少公的时候。但我觉得不得不喝哎。翻身蹲，甩手先，先甩手好了。先甩手。我们应该可以直接把意识杀掉了。好好的扭转吧。意识杀掉的话，基本上应该要，就不用担心了。一直杀掉之后的话，就不用担心他会不会把我们夹死了。可以顺便把这只打死吗？这才第二 round 哎，我的天哪，好累哦。哇！还有十次，因为我们之前玩那个什么音乐歌曲模式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最后一个地方好像就是雪山了吧，差不多。雪山或是什么东西的那种感觉。难道要接近尾声了吗？有可能哦。Lucky， 哇！说 Lucky 就有 Lucky， 加油。那我觉得应该还是我想一下啊，先定目之是打爆他，反正他也没多少了，这没多少了啊你，回来，慢慢回来，哎呦哎呦，回来，然后十，第三轮，哇！累啊累啊，两只的好不好？两只的话呢，我想一下啊，这一定先喝个水，先喝个水，然后要俯身吗？这两个其实不一样的，不然我们就先俯身一下好了。俯身，搞不好有一只就挂了。俯身划船，扭转身体时注意臀部不能乱动，很棒啊！就是那样，很好啊，喂，做得很棒 ，OK， 喂，好厉害，很好，喂，太棒了，很好，哇，闪耀着 ，OK， 很好，很好，底下三十，三十次。OK， 二九，好哎。OK， 二八，很厉害。好哎。二七，完美。很棒。二六，很好。很好。二五，超棒的。很好。二四，太棒了。好。二三，又是那样。很棒的，闪耀着，好，二一，超棒的 ，OK， 还有二十次，很棒，好厉害，很好啊，十八，完美，他们快死了没啊？好像还没，哇，这两个好硬哦，好，这两只也太硬了吧，十七。很厉害，超硬哎！哇，很好，加快节奏吧，加快点，很好，加油，可以的，很好，还有十次 ，OK， 好哎，很好，很好啊，很好，还有五次，很棒啊，很棒，还有三次，就是那样，加油。最后一次，哇，完美，哇，有啦，他们最后损了蛮多血的，
但感觉还是有点久哎、欸，这样是有点难打，我说真的。好，再来个 lucky 吧，幸运幸运幸运。好，看来是没有。这两只的话，应该是可以被打死，没有什么问题。甩手，甩爆他们。甩手。啊，有够硬哎、欸！我天。要好好的扭转吧。右，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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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。左边那只我应该可以死。右，左，右，左。然后右边那只应该在一个立木或什么，应该他就死了。脂肪吧。不。死了死了，右左右左，还有一半，左还有一半，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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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20次，还感冒给可以直接被甩手甩死哎、啊，不行，应该是没办法，右左没有办法，左右左，我以为可以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睡哦。这就棒了，这就棒了。然后最后一个 final round， 哦，这么多只，这个传世应该很爽，好不好？传世来一波，传世，传世，哎，每日一传世，慢慢倾倒，慢慢回来，将腿打开，使腰部同宽。这个保特瓶也太硬了吧！还有十次，今天保特瓶有这么硬呢、啊？哇！哇！一！我怎么不记得他们之前有这么硬呢、欸？好扯哦！保特瓶也会进化是吗？两下两下 ，lucky lucky， 来个 lucky 吧 ，lucky lucky， 啊、哦、不行了，我觉得这应该要喝水了，我没有什么信心可以把他们给打爆、哦，这个应该要喝水了。好，应该够了。然后看一下什么东西可以做。甩手不行，都不行。我想一下啊、哦，那我只能先消左边这只的血了，因为待会的话我们可以用甩手，这样就可以血量精算大师有没有？先把他打到快死，要不然他可能就是这样就被我们直接揍死了。然后揍死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就甩手把剩下三只都甩掉。应该就没问题了。好哎，但是这个背后拉推，这个真的是很酸啊。好，二、三、一，棒啊！动作很大。三十，很棒啊！很厉害。二九，好厉害。二八，做得好。二七 ，OK， 手酸了。偷懒一下，二六，很好。偷懒一下，哎、欸，这样也是很酸哎、欸。二五，啊，二四，闪耀着，哇，二三，二，好酸啊，二一，好，哇。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做完那个红色的保特瓶就挂了，还不错啊。二十，就是那样。十九，完美。十八，好哎。啊啊！十七，太棒了。哇，十六，哇，好酸好酸。做得好。酸爆酸爆。六，十五，你
好，要快速了啊！感觉我左手好像有点卡住的感觉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哦，可以，打死了，打死了。啊，剩下这几次的话，应该甩手再加个传世解决，就没问题了，就可以拿回零件了。哎，我刚刚 lucky 哦，刚有 lucky 一下，来了来了，摇晃摇晃了，降什么？红色的没关系，然后绿色的提升，但现在还没有传世啊，哦，甩手也还没有哎，哇哇，居然都还没有。那这边我们只能那个，因为不想要做宽深蹲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那我们就立木杀爆他。不想做宽深蹲啊，蹲下去脚就要爆了。慢慢向左倾倒，提升，慢慢一下68，别让抬起的脚底碰触到支撑，好像也比较痛哦。这个做完大概这个绿色宝特瓶也挂了。推推20 19 8，哎呦，无力17 16 5，好，左右换边也要记得换脚哦，慢慢向右倾倒，一，注意上半身，他要死了，他要死了，二，再一下，再一下，哇，拜拜，拜拜，他刚刚是不是跟他说拜拜？太好笑了吧？灵环还会嘲讽别人哦，哦，太夸张了，灵环呢？哇，可以，然后这边的话就甩手吧。甩手甩死他们，应该是可以甩死他们了，没问题。尽量好好的扭转吧。左右左右左右，他好像起头都是右边先开始哦。右，所以我们以后都是往右边先滑就可以了。右，好，这两只基本上，这个就把他们甩死了啊。注意不要让身体甩手甩爆你们啦，没有问题啊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哦。欸，我真的觉得后面的关卡真的是打个打个都要打个十几分钟，欸，是蛮辛苦的，欸，取得了我们的飞船要件啦， S 平金架，这是一定要的啦，没有问题，升级有96，没问题，惊喜惊喜大惊喜，飞空螺帽是你的了，我没错，就是这个。非常感谢你这么一来，我就能继续开发飞船了。我会在前面的工坊进行作业，请你之后到提臀工坊来。哦，我天哪！其实我被夺走的最后一个力量就是翅膀的能力，这次似乎可以靠发明的力量越过难关哦。所以他最后有一个翅膀能力，是不是？好，没有问题。接下来要去的是提臀工坊，欸，所以应该要练屁屁了，没有问题。